我们只是确认一下，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听到？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录音。所以让我们今天的参会的人呢，都可以再回放我们今天的追思纪念会，而且我们会把这个录音呢，我们把这个记录会上传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有英文的频道，我们有西班牙文，我们有日文频道，而且我们也有印度的文，所以每个人需要我们这些同声翻译的，都可以把你们的转到你想要选择的语言来聆听我们的同声翻译。我们目前这边也有国际的手语的翻译。所以呢，我们也会在有字幕，只要你点 CC 的这个按钮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纪念会上面可以看到，字幕显示。我希望今天能够在这边与大家分享，来追思，来悼念，我们的Bhargavi博士，让他能够安息。而且我们希望上个礼拜与我们一起合作的这些伙伴同事们，我们也与在上个礼拜与大家都有分享这个活动，让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追思纪念会。那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讲者，他主要是会用英文来做演说。那我们会一位一位的讲者来为我们做演说。我们在最后呢，各位呢参会者。也有我们这 email， 大家可以去分享我们对我们博士的所有的追思纪念。所以呢，我们希望有越多的这个讲者来参与是最好的。我们来请我们的Vipada教授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发言。哦，这也有点矛盾，因为你最近一直常在讲的，就所有的这个过去我们一起做的活动，这个呢，我想说，我身为一个第一个的讲者，我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而且呢，我跟他有很多的这个纪念，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他是一个慈善家，因为 Bhargavi 他对我们的社会做很多的贡献，不管他是一个作家，他有很多很多，他有是非常的有才华的，而且你知道他的这个。他的这些能力，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他是非常有才华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类，他一直都是想要与我们不同的人来去做连结，来为我们的人权来去做努力，而且他常常都是这么做的来，因为。Bhargavi 呢，我们 Bhargavi 博士呢，就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人类，他就像是呢，因为呢，他的政治，他跟他的个人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想呢，我没有见过这样子这么棒的一个人哦。他的勇气，
因为我想呢，有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来做这些事情，因为有时候不是对或者错，因为我也可以说，哦，我也可以像他一样，我也可以做这么多，做这么多贡献，但是这就是我们的Bhargavi 博士他所做的，就是是这么一个奉献的人。我想在这边，我在座参加我们这个追思会，相信他大家都有同感。而且呢，我是想我想说我是怎样去纪念他这些人生呢？我想有一件事，我对他的了解，我想我从他呢身上学习到非常多，因为他有跟我说过，就是听从我，应该要听从你的内心，听从内心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这就像是这就像是说，不是让别人告诉你要怎么做，而是你应该要听从你的内心。那还有我想到的，当我见到他见到他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当一个领导者，他想要当一个慈善家。因为他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必须要去学习来去做这些，做这样子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第二件事，就我学习到，就是说，任何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因为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我跟博士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呢，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关系，我们大家都是要去互相去奉献的。因为呢，他博士呢，他是非常的主动的来去维系他的这些关系。因为呢，我们是认识呢，他都认识博士，他都会非常主动的来去交朋友，主动的来跟人们来去做交谈。因为呢，这个都是关于是我们如何能够好好的来去活好我们的人生。这是我想要来去纪念我们的博士的。最后一件我想要说的是，就是我想要在从他身上学到很大的一点，就是去你怎么样去做梦呢？你的这个梦想，你的梦想怎么样去推动你，然后去用你的想象力来让你的梦想把它变成现实。那我想再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说呢，我会说，如果用我自己，如果呢，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说，他是会把自己的人生活得非常完整圆满的一个人。他不只是做事情，他是活好他精彩的人生。我想唯一一件他比较担心的事情，而且觉得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说他只要他想要做的事情，他都是可以做得到。因为他有时候他还是有他的自己的焦虑，
他是还是对他的女儿还是有焦虑，他希望能够为他的女儿做更多。我想呢，他如何来去养育来教育他的这个女儿，成为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女儿。我想大家都想要这样子养育自己的孩子。那我想我们的博士他呢是非在这个方面他也是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都有非常对孩子都有非常温暖的回应。来去建立，他永远都是在建立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活在人们的内心里面。而这个心呢，他也是为他的女儿，为他的女儿也活。我必须要跟有很多人说，就是人们呢是非常好能够活自己的时间，能够活得很完美。谢谢我们的奥美提教授为我们的带来的这个演说。那我现在把讲台交给我们的 Bhargavi 家族。嗨，哦，我听得到，我是听得到的吗？是的。哦，所以大家，哦，我的名字叫孙他。我也为我的这个Bhargavi工作。尤其呢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参加的人有两三百位人，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想要也用个诗词，他是这么说的。停止痛苦，你如何去停止痛苦？我在祈祷的时候我都会听到那个声音。因为呢我是出生是野生的，那我不想要被驯服，因为我的才华就是在我出生就带有的才华。因为我们的家族我们都是非常的赋予这些才能的，那我们可能都自己有自己的疯狂，但是我们总是尽力的做到最好。所以呢我们的而且呢，我们叫非常亲切的叫他阿玛。而阿玛呢，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学习、热爱学习的一位伟大的女性。而在今天呢，有很多都是。在这我们是我们的荣幸的能够让我们的博士呢来教导我们。有时候我小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他总是有那么多话可以讲。而他呢我也非常我的妈妈呢他呢是非常呢对人类非常有奉献的热情。而他奉献他的人生来对我们的人类权益来去做贡献。而且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怀疑说我们是否会被爱。
哦，我的妈妈呢，她创建了这个全球的这个社区，学术社区。而且呢，我的母亲呢，她一直到她的生命的最后一天，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我想说，我妈妈的传奇，当她的这个，我们希望呢，把她的这些，我妈妈的这些病痛呢，把它转化成力量，我们来去谈。因为我的妈妈给我这个，我妈妈赋予我这个，我们会去谈论死亡，我们去会谈论我们的人生，希望呢，她的爱呢，能够与我们一起活在一起，而且我希望呢。能够让这些大家都可以能够创建以我妈妈的以我母亲的传奇，能够去一起创建更好的未来。我相信我们这个社群呢，我相信我的妈妈在天上呢会照顾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爱，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爱，谢谢。好，我现在我们的彭博先生，好了，我是彭博。在我旁边的是我的父亲，他其实40岁了，他也非常的想要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追思会，我确定在这边有阿米达以及 Netra 已经有说了很多关于我们博士的纪念，那我。有很多想要说的，但是呢，我们越去多谈论他，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在几天之前呢，她离开了她的身体，她确实是有说。我也不是认识很多人能够像我做的一样多。我希望呢，能够去，我希望能够去接触到，去帮助到更多的人需要帮助的人。而在我的经验来说，他非常有热情。有两件他非常热爱的事情，第一个是他的工作，为我们这些残疾人士来去做帮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那就是我想一个礼拜之前。他离开了他的身体。他呢有那时有在服药止痛药，所以他不是很清醒。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在谈论 Busty。Busty 是一个社区，是一个比较贫困的人民住的地方。所以他一直在谈论 Busty，而且谈到几个人。那我想，
我也是非常，我想即使是在他不是很清醒的时候，他还是在想，他还是在想那些贫困的人民，他的工作，而且他去还在关心关怀其他人。他真的是太早离开我们了。而我们的，如果呢，我们的上天给他多几年呢，他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但是呢，他为我们的社区做了非常大的贡献。而且我希望上天能够好好的在天上好好的照顾他。我感谢在座的各位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追思纪念会。好，谢谢，非常感谢你。我们默默先生以及我们的Netra 来参与我们所有你们说的话。我想现在邀请 Rubina， 他是我们的 Transformation Inclusion 的主席。他在他的城市与许多人许多他的在他的这个教堂，在参加追思纪念会的时候，他要去他在座的教堂参加这些活动。哦，罗宾，那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好，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你，但是声音非常的小声。哦，声音非常的小，罗宾呢？罗宾呢？Rubina， 可以请你说大声一点吗？哦，Rubina， 我们听不到你的演说。Rubina， 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所以我们会移到下一个讲者。所以 Rubina， 你可以去看检查一下你的麦克风，我们等一下再让你就是回来进行的演说。那现在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我们移到我们下一个讲者，然后我们请 Rubina 稍后再为我们做分享。嗨，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在我们纪念我们的Bhargavi博士，以及为我们的这些社群。我记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领导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师。而且他是非常有善心的，身为一个领导者，他用他的热情来奉献他的这个工作上面。而且呢，他去推进我们全球的这个无障碍的创意，并且他用他的知识以及用他的热情来去奉献。而身为一个导师，他也去支持并且鼓励
他教导的这些学生们，而且呢，他呢是非常勇敢的来去挑战不同的困难，而且。而且呢，他的这个领导的非常好，是用他的热情，而且他的慈悲心，他的善心会一直持续下去。身为一个教师，一个导师，你教导我们的事情来让我们去学习，非常感谢你的教导，谢谢你 Not 可能像我们的 DCI 秘书，我们在 DCI 的团队之后，我们可以再检查一下 Robina， 所以我想邀请 Richard， 我们一个一个来哦。好 ，Richard， 你讲台给你。好，大家好，来参加我们今天，我们的 Bhargavi 博士的追思纪念会。我想开始，这是我写下这些字，这是他为我做的。就是有一百万的这些创思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他非常的聆听，而且呢，他也会非常，他不管是在他的高时以及低时时候，都在那边持续我们，我们的巴格比博士就像是我们的导师一样，会去让我们去讨论、去反思，而且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而且从来不会去评论、来去评判我们。所以我知道是他给我很多的信心，而且他也都很耐心来听我的问题，而且都会给我一个微笑，我常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跟他谈话。所以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发生，我都会问他，他会跟我说这是你的发生。他呢，来去让我们的语言能够更好，更有力。所以呢，他不只是写作，而且教导，我想我永远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当我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知道我走在他正确的道路上面，我知道他会永远在我们身边，而且他所说的这些话，我们都会永远记得。我们呢会把他的传奇持续下去。谢谢各位。谢谢 Richard。首先呢，我在这边。在面前我们想要非常感谢大家在这边与我们分享的，让我们听到这些消息，而且感谢大家的这些支持，而我们的这个
在社区媒体上面的纪念会，也我记得在第一天，我是2015年第一次与我们的 Bhargavi 博士第一次见面，我们在泰国曼谷的会议。因为呢，我的博士呢，他真的触动我的心，我的人生，用在不同方面，他真的很触动我。他有非常强的信念，他有非常强的信念，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社群能够来去更好的作业，我们的社群如何来可以去变得更好，来去做更好的连接，而且同时之间。同学之间呢，能够呢，来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社群运作的更好。我们也见证到我们Bhargavi博士，他就去推动每个我们的这些，对于我们的这些残疾社群的大家都必须要平等，不管他是什么性别，不管他是什么种族。而且他不是自己一个，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强大意念的一位伟大的女性。而且他相信我们能够一直往前推进我们的社群。而且能够一直推进下去，所以有很多，我们这边有很多与快乐的这些回忆，我们想要把这些美好的纪念记忆留在我们心里。我有这个机会来去纪念我们的博士，他的智慧。他的教导，他从来不会去迟疑来去与大家分享，不管是他的知识啦，或是任何讯息、任何反馈、任何建议，甚至是金钱等等。而且他一直都是来去激励我们、推进我们。他都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而且他一直在去分享，一起跟我们学习。这有太多我可以说的。那之前我也有提到，是无所畏惧的，即使当他确诊他的这个疾病的时候，他。因为我在视讯里面有跟他谈话过，那时候我不知道那将会是成为我跟博士的最后一个视讯谈话。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很在痛苦之中，但是他还是脸上还是带有微笑跟我说谈话。我也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们还不会再见面。”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我们的包容的这个社群里面，他一直会在我们的内心，已经好很长时间，他都是一直在非常努力的工作，他会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会。把他的传奇持续下去，让我们的这个社群能够更包容、更多元、更包容性。好，我会在这我结束我分享，我会在这边结束。哦，我们来，如果可能你准备好的话。Rubina， 如果你准备好的话，我们让你来发言。Rubina， 我们还是听不到你。
我希望能够用使用 Zoom 来去发言。你可以用电，你可以用电脑来发言吗？Rubina，我会让你再去检查一下你的麦克风。我想要请问你啊。哎，阿玛丽，我把讲台交给您。来，我们再讲，我们来谈我的博士。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是我的。我感觉他一直都是带领我们。而且呢，我们的这个 Bhargavi 博士不在这边，实在带我们是非常痛苦的。对于我们这些残疾的这些人士们来说。而且呢，他参与过的这些会议，这些会定，而且他对于大家的这些贡献，针对人权部分，以及呢我们残疾人士的部分的贡献，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我的国家，墨西哥。我在去年3月的时候，在一个会议，Zoom 会议，在几内瓦。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希望能够把他的传奇持续下去。我非常希望你能够变成天上的星星，来去领导我们，你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好，谢谢我们的 Amalia。我们想邀请Amy。你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眼睛你可以发言了。我第一次与我们的 Bhargavi 博士见面是大概13年前，是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团体。的聚会，它是一个像是一个支持的团体，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我如何要来去看待我自己？而当我在要面对自己的残缺的部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做。我不知道，我也是当时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的残疾活动的这个会议员。
然后每次参加他们 的会议的时候，我 都会聆听他怎么说。而且 Bhargavi 不只是为了我，他是为了许多许多的这些人类来去 着想，且非常的非常的多年，在我们的这个 TCI 怎么说呢？这是他就像是一个。他是我们的这个智囊哦，我们团体的智囊，他总去领导我的道路，我该怎么走，我要该怎么做，我怎么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怎么去抗战，我怎么这么站立，我怎么去抗争。即使是我们的这个残疾的这些社群活动，我们谈论的很多。而 Bhargavi 他说的，他是他牵着我的手一路这样走来，让我成为我今天在这边。因为他是一个最在印尼呢，他是最强大的这个，他是最强大的这个团体哦。他也是我们的导师。他是我们的教练，他是来去推进我们的社群再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呢，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活动之中，是 Bhargavi 来去鼓励我。我们不止，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我们给我们这些盲人的社群等等，不同的女人的社群等等，我们把它融合一个大的一个残疾的社群。我们希望呢，所有的这个都需要全部的把它融合在一起，这也就是我们 TCI 想要做的。而谢谢你点燃了我内心的热情，所以我会持续下去，直到我死为止。再一次感谢你，你给我勇气，你给我你的精神，给我抗战的勇气，给我看到我带路，也感谢你跟我一起抗战。我会 做我的最好，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谢谢 Bhargavi， 再见。哦，非常感谢耶妮。哦，我现在把讲台交给Steven。你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谢谢。我的心，我可能没有见过。想在座位，在我们的巴布基金会以及各位的被我们的 Bhargavi 博士触动到的人，我想今天呢参与我们全世界很多人来参与我们的纪念会，而且所有我们的 Bhargavi 博士给予我们的。来去想跟大家来去分享，而且呢他的这个善心的精神，这是他做的。而 Bhargavi 呢，他让来发扬我们这个包容性的这个的精神，而且呢他不止呢是给我们这个
精神，他也给我们看说我们如何一起生活，我们如何一起成长，我们如何一起来建立我们的社群，来去支持各位。因为他在他的周边，他创建了许多不同 的社群。而且我非常感谢我这么棒的机会哦，能够与我们的Bhargavi博士一起来工作。而且我非常的悲伤哦，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来在这边与大家发言。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这第一次在 Bhargavi 是他在说他呢我非常的感动他将他说分享他的经验。而且呢这些 不公因为太多的这些不公。而且我记得我们有很非常深在我们分享彼此经验之后我们有深刻的连结像是我们的儿童呢见证一些在伦敦一起工作机会，我记得，在我脑中印在我脑海之中是，Bhargavi 他说这个系统呢，他讲得非常棘手，讲得非常清楚，不只是我们的人权标准，而是我们必须继续来去呢，我们必须来去去中心化，而且呢，我从他身上学习很多，而且他的行动，我记得几年之前，我非常幸运的，在我们的鲍勃团队里面，而且呢，他们的这鲍勃基金会，他们呢。他呢把很多的这些梦想变成实际的现实。我想Bhargavi他是会说要听从你的内心，那我想他确实是触动我的内心，用他的这些慈悲，他就像是一个心庙一样，他是一个非常美丽来见到他的这些包括比博士的这些创意，这些上节，我不是，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想要说的是，我觉得他非常的有实际性，而且他非常有力量的，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在这个东伦敦先生，他是一个行动家，因为他。来去创造这些改变，所以我被他非常的来被他的激发，我与他一起工作，而且就像他说的，就像他的这些经验，能够呢。就像是他的这个像小石子丢到池塘里面掀起的这涟漪一样，希望这些涟漪他的影响呢能够传播到很多地方，所以感谢你给我的，非常感谢。非常谢谢 Steven。Robina， 我把讲台交给你。Robina， 我们还是听不到你。
好，再试一次。好，你可以听到我声音了吗？好的，和平和平，而且呢，带给我们在地球上的恩怨。你是我们的宝，你是我们的宝藏，你为我们做的，知道就是做对我们做的一切。我认识 Bhargavi 博士在2011年的时候，我有阅读过他的作品，而且我非常想要跟他见面，希望呢我们能够一起坐在一起，在南非，在现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与所有的这些这些他的这些创造，来给我们这些地球的礼物，能够有像我们的 Bhargavi， 我的姐妹，我的港口，我的导师，我坐在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社群，我们的 TCI。社群，大家都是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来的。如果你听到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发声，我们是非深深的哀伤，失去我们的挚爱的朋友。我们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在线上。我们选择来庆祝我们 Bhargavi 博士的生命。我们来庆祝他的生命，以我们的这些悼念、纪念，谢谢参加我们。我知道天使他们在庆祝，因为他是一个战士。我们的 TCI 的这个全球主席，我非常感谢你们各位。来传送给我们安慰的这些讯息，而且我也把我们的 Bhargavi 在印度的家人们，谢谢你们的讯息，安慰的这些讯息，因为我真的非常没办法接受 Bhargavi 这么快的离开我们。而且呢，他说让我们保持我们的希望。尤其呢，我希望呢，感谢我亲爱的姐妹及我们的博士。因为 Bhargavi 他也有他的孩子，他是一位母亲，他是滋养者，他呢没有办法去来接受来失去母亲的痛。那我们全部，我想要跟 Netra 说，我会说保持来去照顾好你自己，来准备好你的人生，用你母亲的力量。来持续你母亲的传奇。身为一个非常有远见的领导者，有一次当我犯了很多错误的时候，他跟我说 Robina， 我想要见你。他告诉我 Robina， 你是一个全球的领导，你必须要改变你怎么样子去看你这样子的世界。我非常感谢他跟我的鼓励，来去成为我更好自己。那我们感谢我们的巴布的基金会，感谢你们的支持，以及在巴布基金会
的创始人，在印度的创始人，以及我们 TCI 全部的这些成员，所有 TCI 全球的成员们参加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理上的这个支持，来一起再去参与，我们大家都是在一起。我们失去我们亲爱的母亲，我们的导师，我们的老师，来去带领我们，请各位来，我们要必须要有力量，有勇气来去持续我们 Bhargavi 的传奇。 Bhargavi 他有说过， Robina， 你要与 TCI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让我们持续的工作下去，让我们一起成长下去。谢谢，我谢谢我们的 TCI 来接受我，让我这么密切的与 Bhargavi 合作。你做过琐事，你呢来一起去贡献在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你教导我们的人们，而且我们的人们受到你的教导，你告诉我们如何来去有更包容的社群。我挚爱的 Bhargavi， 你是一个战士，希望你能够安息。而且透过我们，而且透过那些你曾经触动的生命们，当你在线上的我们挚爱的 Bhargavi， 希望你在有很好的安息，谢谢。谢谢 Robina。我可以邀请，我想邀请我们的 Living 协会，好，现在讲台交给你。Hello， 我们是在从泰国。我们是在泰国这边，我们所有被 Bhargavi 博士触动，我们想要一起庆祝Bhargavi 博士的生命，因为呢，他是非常有力的，他就像是土一样来去滋养我们，他像火一样来赐予我们力量，他像雨水一样温柔而且清新的。你呢非常的努力，你为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的世界是更美好的地方，有你的世界是更好的地方。我们希望呢，我希望的风能够推进你能够来去航行，我们希望土能够来去包含，我们希望雨呢来去告别，来传送给平安给你。我相信你的传奇会一直在我们不同人心下面，在你所有触动的人心里面，以及所有被感动的，在是我的爱以及我的纪念，对我们的 Bhargavi 博士。非常感谢。
我们下位将讲者听到。哦，我们将会开放这个空间，有一给大家，我请我们的团队记下这些名字，看有谁想要发言的，大家可以举手发言。我跟Bhargavi谈话过。我们亲爱的Bhargavi，你是一个非常强，你是一个非常勇敢强壮的战士。而我呢，我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战士。而且感谢他带给我们的，在生命中带给我们的启发，希望能延续你的爱下去。那在当时，我被很多人 拒绝，而是他告诉我要如何好好的去照顾自己。我记得你有这个梦想，能够把社群能够更残疾包容性的，你有好多的这些热情来去进行你的这些推动你的梦想，这也成为今天成就了我们的 TCI。因为我是忙的，我见不到你离开我们，你离开我们太早了。你呢，创建了一个更好，给我们创建一个更好的社群。我谢谢你的朋友，谢谢你的热情，也谢谢。我知道你会在那边，你会给我们光向，给我们方向，你领导我们往前行。但是我亲爱的朋友，谢谢我们的这些感谢呢，我们 TCI 以及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边发言，为我的姐妹 Bhargavi 来发言。我希望他能够安息。能够呢把他说这些说过的话都会记在我们的心中。在5月2号你离开了我们。我见到在你离开的时候，我见到不同颜色的光线，我见到蓝色的光线。身为一个佛教信奉者，我希望你能够在没有病痛，能够去更好的地方，把你收集到所有在这生命中所有的快乐，谢谢。我们有下一个讲者要跟我们分享。Samuel，
谢谢 Walker， 我的名字是 Elizabeth， 我是肯亚来的，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 Bhargavi 博士的就是纪念会，而且他你知道他在我们的这个活动，他因为我是在实际见他，我阅读了他这些作品哦，因为在肯亚。他在我们的肯亚，我们的残疾这些社群，他是非常，当我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是非他的这些美丽的这些作品，而且我阅读了他这些作品，所以当我真正见到 Bhargavi 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感觉，好像美梦成真一样。哦，不好意思，当我看到我的这些旅行，因为在非洲的肯亚，因为呢，巴卡比就像我们的领导。他是在我们国际的残疾的这些的平台，这也就是我如何遇见他的。那我记得我跟 Bhargavi 坐在一起，他教导我怎么来去做，如何来去冷静下来，来去做讲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记得他来教导我这个，因为我记得Bhargavi 在 TCI 里面让这个活动在这个创意能够在非洲能够更好，然后他为我们的权利 发声，因为残疾人士在非洲。我的同事Cathy Chofia， 这些我们与这些人们连接 在一起，我非常的爱 Bhargavi， 因为很难去接受他已经，我很难接受说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因为呢，他把他自己奉献给我们，所以呢，他的传奇，他的精神与我们活在一起。Bhargavi， 我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我非常的感谢，我非常高兴能够见到Bhargavi 的女儿，也非常与来参与大家一起来追思来纪念我们博士，是这些爱。我非常的感恩能够与大家在座一起，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时期，并且一起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去庆祝，一起去感恩，也谢谢 Bhargavi 带给我们，非常感谢 DCI， 谢谢 Walker。谢谢 Samuel。我想谢谢你这个社群，我想我有一些想要就 Bhargavi 想说的，但是可能呢，我想我想呢 Bhargavi 他在肯亚的时候有跟我一起工作，他是我Bhargavi 的这个创意哦，倡议，那他在这个肯亚的倡议我们一起工作，那我想是很棒的回忆。
而且让他熟悉非洲，而且我们被选在这个，在被我们这些 TCI 的团队们选择，而在这个我们的活动里面，而且呢，他告诉我们如何来去一起来去做这个活动，并且呢，他一直都持续的在支持我们，我们大家，我们的团队，以及领导我们。而且他领导我们，他的就像我的导师一样，来去指导我们不同的人。而且感谢我们TCI。我们 TCI 的成员们，而且在我们 COVID-19 的时间，我们呢也在不同的这些城市一起去工作，并且呢在我们肯亚的包容性的这个社群里面努力的来去贡献。而且呢我们 Bhargavi 博士给我们创建了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而且呢感谢他创建的这些连结。因为我们非常短的时间。大概我跟他一起工作大概六个月的时间。来去领导我们的非洲这边的这个创意活动，以及我们的乌干达地区，而且以及在把它带领我们更变成更国际性的层级。而且呢让我们更好的为我们残疾人士来去做更好的发声，以及呢带给我们社群更好的贡献。所以呢我想呢他已经在这个TCI 的社群里面，肯亚的部分，我发现我们有三个不同的这个工作站。他不只是我的导师。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他是一个非常强韧非常有韧性的一个女性。而他在我们的这个全球的活动里面的推进活动里面，他让我们的社群能够更推进我们这些残疾的包容性，能够做得更好。我希望呢他能够安息，而且呢我们的这些他的这些活动他的能够继续下去。我记得有一天我自己的女儿做例子，因为呢我希望他能够完美，你必须要接受所有的错误，而你必须要去从你错意之中学习。谢谢我们的TCI-Global， 因为我每天都与你们来去密切合作，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Samuel。我们有最后没有40分钟，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各位的发言缩短，这样子我们能够有尽量有更多的、讲者来跟我们 发言。包括他来创奉献他的生命在我们的残疾包容社群活动。而且呢，在许多的国家，我们这些残疾人士，我们是被听不见的，看不见的。他们的发声没有，而他为他们发声。来 CRPD， 当我在大厅见到他，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我完全同意他的所有的观点，而且呢，我是 Comi 的，主持我们这 TCI 的工作坊，以及在韩国，而且呢，他在也非常的难过 Bhargavi 这么早离开我们，我希望他能够安息，并且给他的女儿以及家人们、朋友们致上最大的这个哀伤，而且呢，感谢他给我们的社群的贡献，谢谢。我们现在要移到更多想要发言的。好，所以你可以把静音关掉吗？所以不好意思，这个讲者他的发言没有翻译成英文，所以我没有办法为各位翻译成中文，抱歉。因为他是在斯里兰卡的社区，于是他把我们的这个社群变成了国际性的这个
国际化的层级。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再见到他，在之后的工作坊，我希望我们的这些连接能够继续下去。在这个活动，我想要给这些所有的人来，我们来追思我们的博士。谢谢辛塔。所以呢，如果想要发言的话，谁可以举手？你要把静音关掉，然后开始发言。那我问你啊。我想在这个 聊天里，因为呢，我们听不到那个 Hindi 的这个翻译在英文频道里面。可以听得到我吗？我是 Lavania， 听得到我声音吗？我们请Hindi 的这个翻译能够调到正确的频道。好，Lavania， 请继续。好，让我开始。来，我想要来谈论关于我们的 Bhargavi 博士。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我怎么见到她的呢？她就像是一个天使一样。不好意思，这个讲者非常小声。Lavana， 可以给我一秒钟时间。可以请那个，请问可以请印度的翻译转到正确频道为我们韩语的翻译。不好意思啊，翻译。可能听到你声音比较困难。可以请我们的 Hindu 的翻译移到正确的频道吗？我们请那个 Hindu 的移到韩语的那个频道。好，我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好，我怎么认识 Bhargavi 的？我们是怎么去认识彼此的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贴心的一个人，而且非常的慷慨，而且呢，他是用他的爱，用他的
爱来去教导我们。他就像是我的导师一样，他来去而且呢，而且呢，哦，不好意思，这个讲者的声音太，就是很小声。而且我把我能够付出的、给予的都给予了，他对我也没有保有任何的无私的给予。你可以讲大声一点吗？哦，我可以之后再让你发言，就是先让其他的讲者先发言。好，下位。丹泰勒。好，我是从加纳。我来自加纳。哦，我是在联合国的这个残疾的这些协会里面的活动认识我们的Bhargavi博士的，大概2009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课程。是关于这个人权的，当时呢，我决定我想要去这个办公室里面拜访Bhargavi。当我在Bhargavi的办公室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对我来言呢，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人敬爱的人。而且呢，他大概一年之后，他带领我到巴布基金会。我见到他为这些弱势发生的活动，当我回到加纳的时候，是，但是我回到加纳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面，所以当我听到Bhargavi博士过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的悲伤，因为这是一个为我们的残疾的这个社群做了很大奉献的一位伟大的女性。我现在可以说的就是说，人就是都会有一个时间点，都会有一个时间点是要死亡的。
但是我能够说的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安息。请希望宝高比博士能够安息，并且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谢谢。好，我们现在还到给讲。好，大家好，我非常难过在这边。是因为这边我们的这频道有些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原本的这个的声音，因为我们有这个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哦。谢谢呢，组织这个纪念会。我想我很难用言语来去描述，因为当我收到这个电子邮件关于我们博士他病得非常严重的消息的时候，我听到你们告诉他那时候呢，我本来有一个会议跟他一起可以参加的，但是因为我被工作，那时候被工作就是撞齐了，所以当我从爱尔兰回来，我在我的厨房的墙上有一个书架，因为这有一个很我们的报有一个巴布基金会的一个纪念品，所以他提醒我，他呢，他是非常有爱心的，而且呢，他也是非常锋利，他能够在我们的地球的时候都能够拉我们一把。自从去年从去年开始我加入这个欧洲的这个生存学会，而在那之后，我想要非常荣幸的在这边与大家分享。我想呢，也很难来去用清楚言语跟大家表达，因为在去年这，当每次我听到就是听到饥饿，爸爸他就会到我的脑海之中。我去过印度。我想呢，我会把这个纪念品在一直在我的这个厨房里面。我们希望呢，能够给大家疗愈的力量，让大家不要体验到痛苦。我们希望能够追随你的内心，能够去追随我们的梦想，并且呢，我们能够去肩并肩来去一起合作。我知道你一直跟我们一起工作合作，我们会非常的想念你，会非常的想念你，并且会永远的思念你，也感谢你来去，感谢你的这些贡献，而且呢，谢谢你带来就是带来这些运动，我想要，我非常荣幸能够认识你，
并且希望你能够安息。谢谢，非常感谢你。我想我们可能没办法让大家都能够发言，因为有很多人都想要，很多讲者都想要发言，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让每一个想要发言的讲者都能够发言。我想要让大家都能够来去分享，对我们博士不同的回忆，不同的话语。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连结，就是我们有这个 Gaspo 呢，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连结里面来去分享大家对我们博士的这些回忆，然后在上面追思。所以 Ines 你在这边吗？嗨 Waka 大家好，我是在这个欧洲的 network， 我想要为我们的 Netra 以及我们的博士的这些家人们致哀。我想要简短的来发言，因为我们的 Bhargavi 博士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他很久时间，我不知道他哪里的时间来进行推进这么多活动，推动这么多运动。我们感受到他的善心，他的善举，而且他非常愿意的来去帮助其他人。而且我想他有非常特殊的这个力量，我们也在一起能够一起互相的协助，并且去尝试来确保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institution 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能够被发声都被听见。那我非常的感恩哦，我跟 Bhargavi 博士有一起工作的经验，以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些回忆，而且我们去年有一起合作。非常的抱歉哦，他那么早离开我们。我想要说的是，感谢让我在这边能够发言，也谢谢举办的这个纪念会。我们将会非常怀念我们 Bhargavi 博士。再一次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好，我会在这边结束我的发言，谢谢。谢谢，很感谢。好 ，Machita， 请你发言。Hello。我非常难去表达。我来这边致哀。我在2010年认识 Bhargavi 博士，所以在 早些日子前，其中一个我学习到，从他身上学习到的是，如果
所以呢，这是我内心的这个标语，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努力，如果我们不努力推进这些运动的话，我们的人权也不会进步。哦，我们有对他有非常深的这些怀念记忆，我将会放在我的脑中，放在我的心中。我希望他能够安息。他的这些教导，他的这些点子，我会带着他的这些怀念，感谢大家。谢谢在座各位。哦，我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幸运能够跟他一起。谢谢。谢谢马蒂卡。好，我们可以进到我们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个讲者。你可以听到我声音吗？哦，非常感谢这个机会来去纪念我们的高巴比，然后来做一些发言。我想要说的是我在这个我是我们的这个基金筹办基金会的主席。而且他在2008年的时候创建这个非常改造社区以实现包容性的这个运动，一直在去推进去发生，并且来去创建关系来去为各位发声。哇，他有非常多的这个仰慕者，他还是一直在创建这些不同的社群。你呢，深深的感动到我，并且你改变很多残疾人士的生命，而且在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运动里面的贡献，我为你的家人们致哀，以及在座的各位，谢谢，感谢你做的，为我们做的一切。谢谢，非常感谢。我非常的抱歉，我们没有办法再让任何人发言了，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短，而且有太多人想要分享。那我想我们要来做一个结尾。我想要感谢今天参与的纪念会的各位，来为我们分享这些回忆、追思。哎，谢谢。哦，是 Jeff。我想要说一句话，可以说一句话吗？哦，Bhargavi 他是我们印度的这个他是我们印度的这个残疾的这个社群的会员之一。他是非常在这个包容性残疾包容性的这个运动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棒的领导者。而且呢，他带来呢，我们也一起呢，
我们有很好的这些谈话。他有非常好的领导的特质。而且呢，他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有这些残疾包容性的这个梦想，并且呢，他也帮助不管是在不同的国家，因为呢，我们在 Kashmir 他们那边的人民有一些心理上面的这个问题，他去帮助他们，给予他们力量，帮助这些残疾的这些人士。我们有一个聊天的这个群组。我想要跟在座各位致哀，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我们非常的哀伤。谢谢。我现在请 Richard来为我们播放我们的追思的影片。
好，谢谢 Richard。好，我现在呢要来结束我们的追思纪念会。谢谢我卡。当我们在结束。It's just like 我们呢可以就这个歌呢我想没办法展接他所有他做的为我们做的事情，而且在这边我们大家都很多发言，他为了我做我们很多，而且我们有很多人一直参加，而且它影响了我们许多许多的人，而且呢我们一起来这边追思他是一个非常令人敬爱的人，而且他非常的有慈悲心，他非常强而有力的声音，而且在他所有的这些以及希望他的这些每个这影响的精神你可以开始这个影片我想大家能够来去观看。所以在这个歌曲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歌曲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脑海并且呢我们拥抱它并且我们拥抱彼此好，感谢今天参与我们的各位，我爱大家。
而且你将会永远在我的心中。希望呢能够带领我们很长远的路，谢谢各位。